们去找点朋友吧。你平时都怎么说的？锤锤锤吗？嗯，锤。全军出击！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哎呦，锤！这个锤不过呀，这有点太狠了，这个。那你躲起来吧。锤。打小孩儿是不是啊？啊，打女人也就算了，还打小孩儿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来和我玩吧，来和我玩吧，一起来好好玩。点他，锤锤，就你叫金夫呀，死未躲。有没有人帮一下呀？哎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们这是要去哪？铁锤。你来，你来。哎呀，头都给你们打破，把我的头给我打破了。可恶的进步。找点朋友吧。是不是我太尴尬了，所以你要一直说话呀？没有啊，我不说了，你来说吧。我这属于职业病。忍不住是吧？和我玩吧。金夫要干嘛？打我的头。走位。算了，有点打不过他。他这么狠吗？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打小孩啊，我记住你了，小伙子。
干嘛呀他？哎，这小兵怎么不死啊？我天哪，这小兵不死啊！哎呀，我活了。哎呀，这小兵差一下呀。就溜起了是吧？对呀，我是想上个大刀，顺便把他杀了。来和我玩吧。嗯？我得拿兵复一下。舔过来，头大，头锤锤锤，舔你锤！嘿，快回！粉丝送的大火箭，我们这是要去哪？感谢，感谢南明汉的粉丝，谢谢老板，感谢老板，祝老板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啊！别不行了，不要打小航。我攻走位啊！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意思是阿木木的愤怒，就说意啊，就是愤怒了吗？我很生气。行，都可以。好吧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这边舔他，摇头，来和我玩吧。他不跟我打了。你要在这里埋伏一刀吗？我要补一波兵，我差100块钱。进去了，快跑快跑，走位走位，一个躲。没事，他打不死我们。快回了！一个大。
舔他。我没有蓝了，是吧？我没有蓝了。你要跑到哪里去？哎哎，回！哦，我带着气定神闲。还行啊，还行。嗯。哎呀，我好热哦。那我给你这里也贴一块吧。能贴吗？能。不能。一层车不能冰敷了。不能，那要嗯。不知道啊。我们是要去哪儿？啊，还是去吊打吊瓶吧，38度死了。嗯。那还没说完吧？哎，要打个吊瓶去吧。38度死了，我感觉。嗯。哎呦，赶紧走吧，走吧。我们去找找朋友吧。先把打完下播吧。去找点朋友吧。路程即将脱落。挂机倒不用，还好吧。老公，我跟你说，你特别像我上小学的时候。我上小学，我有一回也发烧了，第二天早上有考试，然后因为是期末考嘛，然后又觉得不能不去，然后我也发烧38多嘛，然后就去考试。迷迷糊糊哦。哇，我就是考试状态很好啊，就不知道为什么比平时就是考试的时候还要就是集中注意力。听到没？建议考试的兄弟在考之前都烧一下。可能清华北大就在向你招手。还得检测，应该得要了，再给我隔离了。但他看这样应该没事吧？我们这次拔牙有证明啊。我不知道呀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谁投降？投什么呀？别投，兄弟们！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来。两个人。
丢一点点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哎呦，没舔到。哎呀，好疼！哎呀。这个雷得先让我舔着 AD， 然后把 AD 杀了才行，知道吧？来个这个。马上去啊、哦！这把打完，兄弟们。刀锋挺厉害的，其实我只要舔到他能杀了就行。AD 马上有个闪，我们注意点。
找点朋友吧。零换四可以，来呀、啊、打大龙啊兄弟们，啊快回来呀、啊、天哪，这都不打大龙，高地还没掉，哎呀，走吧。哎，龙魂了，我操！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别！啊，别！哎，没捡到。打龙啊，来个打龙啊。Shut down. 打呀。很快的，你看那大龙掉血哈。打断了，大龙打断了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
999。来个蓝盾吧，啊，好短啊！来跟我玩吧。只要我再为一天，欢迎来到地狱。好了，兄弟们，谢谢蓝宁汉的粉丝送的饭卡，感谢蓝宁汉粉丝送的饭卡啊！喜欢直播记得点上我右上关注。那么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，我给大家肯定是播不了了，要不然嫂子给你们一个播吧。等一下啊，我结个账先。来个播吧，我播你吧。明天见，兄弟们。